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丰台区永定河的园博园段，在河面上可以看到从上游飘来了木桩、塑料管等等一些漂浮物。据附近居民介绍，昨天下午沿河街道社区已经开始组织居民有序安全撤离。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是在金源漫水桥。昨天中午河面的水已经开始漫过桥面，昨天夜里大概11点左右，第一批武警官兵已经抵达现场，开展了救援工作。那在我脚下的这个沙袋呢，现在它的高度已经搭建到了2.5米左右。据现场专家介绍，在今天晚上之前会按照科学的防洪要求搭建至3米的高度。金源路漫水桥，因为它这个地势比较低啊，昨天下午的时候水位最高的时候已经洪水倒灌，一直漫过这个我们身后这条路，一直到那个十字路口。昨天晚上我们是10点多钟接到的命令，11点钟左右开始抢险救援。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在这个永定河畔这个泾源路口，架筑一个堤坝。目前呢，架筑了有近50米长、8米宽、3米高，目的呢就是防止洪峰来临的时候再次发生这个洪水倒灌的现象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水印，这是今天中午的洪峰，在我们目前的这个作业的情况下就完全挡住了。但是据有关部门介绍，还会有上游会继续泄洪，不定时的泄洪，所以说我们这个抢险作业还要继续持续，把这里全部填满。目前呢，我们作业了搬运沙袋应该是有15000到16000个，要完成整个工程呢，将近2万多个。